下午时刻，下午茶点心是工作中的唯一慰藉，工作干练只是身为都会女子的外表能够带给我成就快感的，是他。这种肉干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，唯有在下午茶时刻，你闻，诱人香气带给鼻腔的嗅觉冲击呀！精选进口澳洲牛肉，大块厚实肉片入口恰到好处，独家卤汁衬托出精华美味，肉质软嫩却不软烂，是牛最原始的味道，散发着青草香，萌！吃青草的肉质就是不一样。糟糕，不小心就失态了，我怎能放过一丝美味？我知道有些人不吃牛，这包猪肉干绝对是不吃牛的最爱。即使是这样，我还是不会跟你分享。对，这包是蜜汁猪肉干，我迫不及待地打开，迎接扑鼻而来的猪肉香，还有蜜汁味。啊，这是条 CAS 检验合格的安心猪肉，各方面都烘烤到完美，厚度是刚好一片入口，恰到好处。裹上蜜汁是甜蜜的暗红色 ，Q 中带软，肉质扎实。抱歉了，猪肉与蜜汁交织的极致口感，只有我能独享了。身为都会干练女子，背包中都是我工作不可或缺的东西。肉干的美味是如影随形的，不粘手，轻巧入口，正好符合我的优雅气质。难道吃肉干也可以那么讲究的吗？果然只有我才能够配得上这般美味。